今天来给这棵虎尾天门冬换个盆啊，这棵虎尾已经长了2年了，就没有给它换过盆。可以看到啊，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把它拔出来，叶子也拔断好多。这个是它的根系啊，它这种是肉质根，我准备给它修一下根，然后再种下去啊，因为它的根已经满了，换的这个盆呢也比较小。其实不大，盆的话，我给它选了一个3/3口径的小果厅的一个控根盆，我给它切掉了1/3啊。那这是它的一些萝卜根，这种根的话是储存水分用的，平时的话浇水你其实完全不用浇很多，浇多了其实反而对这种根系生长不好，可以干一点养护。然后我给它准备种在这个盆里面。好，这边是已经操作完成啊。这个盆的话用了不少的土啊，应该能撑1-2年没问题啊。那再对比一下它之前的盆啊，这个是28口径的，然后右边这个是33，其实也大不了多少。好，谢谢观看。